他在做东西。哎，就会叫你这个，别管他要不要。来，三。
快就是紧。哎呀，那别再搁等来，不对。我们就行偌济，算偌济。哎呀哎呀。行到袂行。第二次毕业，耶耶！还有三年，真的，还有三年了，一个真的，真的是十年啊！最辛苦的十年都在那边，我做广告。啊，在这里吗？对对。还、哦、啊，后面还有人呢。还有吗？应该还有吧。还有呢，我有看到几个。哎。讲袂遐贵吼，伊讲歹势吼，阮食，我坐你的车起来到关顶吼，无掠到半只吼。安尼有奇怪吼。啊，所以有真侪人讲，咱等下来庐山吼，会行车。我甲你讲，嘿，你爱记一句话，你咧庐车会行车，你来想讲吼，去山顶若行车变怎？嘿，会安尼跋倒落去了。啊，若抓无着兔，哇，啊，佫倒掉6万，安尼真算真袂好。即咱国家三哪拢有规定啊，抓一只兔就是爱6万啊。哦，啊，所以吼，若无抓的吼，啊，若你有看到伊抓兔吼，啊，就爱开6万块，无抓算你赚着，嘿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咱等下要落车吼，你免烦恼抓兔啊，啊，阮遮拢有派路单嘛，像我拄只咧甲恁讲讲吼，微调咯。直直行，行到关牛，啊，差不多有7天的时间。啊，要按哪样啊来度过这7天？我甲你讲，方法真多。草木逢生必有气，啊，这气呢，青的物件，伊内底就是有水分。你若甲这个真正这牛樟叶甲蔓来掺茶啉，对咱身体会当解毒、搁止吐、搁刷去，互咱有迄个抵抗力。啊，咱个抵抗力哪有够？你要行千里路途拢无。哦，过来第二点，啊，若腹肚枵要食啥？我甲你讲，沿路你来个时间，若是有对档，就敢亲像我甲你讲，咱拄只要来遐一丛野生的苹果树，哦，迄苹果都会使食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啊，迄苹果树有野生个，哦，啊，你若是你只直直行过，对袂？如果你若福气，若是搁较好，歹势你若闻到迄山仔味吼，你甲看涂骹，你倒落去啊。所以吼，即个家伊个家弟弟吼，来做只一寡事业的吼，我咱游客休息区，将我们上去的物件，少放蝙蝠养起来，不能上去。啊，蝙蝠也高低传统的生态，吼、哦，也是一个祸害。啊，这件事情会当我咱森林之中来对吼，啊，有些祸害昆虫。确实，相关的木材哇，这拢会当来看的吼。所以一件衣服用一件两三下用，一时买当用。哦，啊买当监视于我们台湾猕猴的啊特别的种类。啊，而且吼，咱是别说在曾经嘛有咱台湾黑熊来过。哦，所以这款的物件，拢是在监视自己本身安全问题。哦，啊维护我们的森林的土系，啊让我们森林的继续的成长。啊，像你甲看，伊这有啊，后壁倒去啊，吼，啊，即摆爱搁进去呢啊，啊，这细丛的又来了，爱录影啊。
你整整只牛。哇，你在那树林边，你整出几只牛？你看呀，真好耍，你别看咱呀。哪里啊？哎呐，哎搞啥呢？对啊，这个土生土味，胖的狗真牛，你想打起胖的狗一条呢？你看呀，哦，这挺特别的咯，特别的。等下，等下，我咧录影呢。都一样，对，这样爬过就是呀，爬过就关路啊，哎呀，你爬过就是关路啊。你要盖我？你也搞起来？小妹，冷呀。念起来，这个就很漂亮，这个好漂亮，对，这个好漂亮哈。那现在还正在盖，它就他们中间就留一个留一个水，哎，这样很好哎，哈。
Thank you.
更厉害，这个是谁弄的？他，我用的。哦，枫叶。你可以倒起来一下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而且我是整串的枫叶哦，这报纸可以拿起来吗？没有，还不能拿起来。对啦，哎，油菜啦，哎，油菜呢？油，哎。哎，那个加水啊，哎，这个哈，那个给你看好的就是哇，好漂亮，很漂亮，大家很好看，很漂亮，哇，快点，很好看。没有红包，哎，你看它的，哎，很漂亮，这个，哎，六个。啊，现在看你的创意想象力哈。每个人做的衣服啊，独一无二的，走在路上不能撞衫。啊，这个棉质衣服啊，这纱棉的哈，最普遍的啦哈。看你要伫厝里穿，还是做内衫穿，还是做困衫，哈，拢会使啊。哎，你不要随便丢，哎。Yeah.
恐慌症了？啊？你有恐慌症了？过来，我听你讲，说你有恐慌症。不是，还要吃那个鸡蛋呢。哎，怕吃鸡蛋。是咱的鹅卵石嘛，有看到云海啊？不要了哦。所以加气候那边稳定的时，有时候一大早这里就有云海的，漂亮哦。本来是预计要带你们走最前面那一座了，来，那个加地面的看了两点吧。一点山啦，今天是为了好天气，我们进下来为只行嘞，行到对面啊，两点的下方，砸到那个湖区那边啊。但是今天天气呢，今后那北方行。好啦，在正前方有没有看到一个缺角？你去听吧。啊，我是咱美国北角北面九二一地震走山的。啊，一点山叫白岩山，梅园山啊，白岩就是眉毛那个眉啊。这点山的扎地足重要的哦，它扎咱的高沙义勇队，它扎咱日本时代时哦，咱一关勇士在遐探索比较山。这点山对，一点有个白毛山，来，白毛山那上面两个过来，准备解包嘞，来，白毛山就是原住民队，来，原住民哦，咱的高沙义勇队勇士在面顶了，往下看。只要能看到原住民的动静，啥叫动静？以前的原住民会出草，啥叫出草？抬草。哎，抬人，地里插队也才抬人，那叫做出草，不是出草哦，出草。来，我们勇士在面顶了，看到原住民要出抬人，伊就会通知咱山下的原住民讲，你大家爱注意哦，今年原住民要出出草，来，请问在早期要用什么方式通知咱山下的？来，这里，手烟哦，大黑，谢谢。来，那个，那叫做狼烟呐、啊。哎、欸，来，不是黑，是野狼，啊呜一叫啊。哎、欸，狼烟，多了狼烟了，有无？放狼烟，放炮。你若要提老母西来谈哦，你银行转去哦，买一罐红酒吃吃，酒摊卖单掉，提来钱。结果讲掉了，我甲伊讲这是熬汤，熬汤听有啦吼，山地食。讲好啊，我就行落去。我行到遐尔，有一个五十几岁阿姊啊。迄天我抬一个斜背包，伊就甲伊话抬迄种大姐要做什么？伊去啊咧，安尼按，按APP啊。伊足细声甲我讲，小恩，阿姐问一下，阿你拄只讲迄落雨西踢脚床。啊，请问你到底讲地震该好？啊，了我咧上网用的呢，我咧上网用的呢。你讲讲起来咩？你讲，那你讲话你拢无咧听？哦，伊意思就是讲，我咧讲的有讲熬汤喝，迄踢脚床是逐个咧开玩笑。哎，阿公甲阿公小恩，伊若唔知要踢几工哦，你去甲伊讲，你叫伊踢吼七十九工就去好势。我讲你莫害我，所以讲这会当治疗地震，但是伊是熬汤。好，伊会当，伊就是会当消炎止痛，好，可以治疗痔疮，就是生它，它如果咱呐外疮发炎的时候，它有消炎作用，嘿。我感觉比较处理它不好点。啊，你我来一下，你等，哎呀，嘿，滚啦，嘿，莫惊啦。危险啦！哎呀，搁溪边啊，面溪头啦。哎呀啦，溪边啊，唔是，哎呀，唔是溪头，你莫甲讲去溪头了，溪头伫遮伫种个。嗯哦，食起比比做个够还好吃。嘿，但是你是一出生安尼，因为安尼无落雨伞，但是你一出生买起，穿短裤无买啊。无啊，伊整理无着，伊。这些领导很大一点，很小，没有那么大了，就领导很小。都排骨很好吃哎，是树豆，树豆啦，原住民很好吃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对，阿祖地瓜跟他儿子，你看他养分很高，他可以长。阿黑人家播了贝贝贝，阿弟原住民在那里，我跟你讲。它产量很少，一年生一届，只有两到五只，所以原住民，较早恁若要去原住民遐买，伊拢买袂啦，足可怜嘞。对，它是很好的东西。那个等于讲，原住民的食甲用就是秋刀啊，排骨嘿，伊
真正足好个呢，你看伊个生骨吹，你看原住民食个一盘咸臭豆个。银哦，你这啊，礼拜四你一定要走个啊，好点。甜不甜啊？